这里是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冠名播出的中餐厅，搜小度天天可以够追剧天天爽。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大力智能学习灯，培养自主好习惯。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餐后来一瓶，身体好轻松。中餐厅官方潮购平台小芒 APP， 上小芒买潮玩，购潮购好玩。有人来了。我们在这下吗？嗯，对，那个李老师，您先下。先下了哈。啊。哇，很漂亮。大回环，去地点就站，漂亮。漂亮。完成最好的一套双杠动作，非常漂亮，恭喜李小鹏。好，非常稳的站住了，5.85分。中国队又拿了一枚金牌。哎，璇姐 ，Hello！ 哇，中国组合2-0战胜了日本队，获得冠军的是田青、赵云蕾。没问题，撑住，漂亮！王文娟提前锁定了这枚奥运会的金牌。哇，这餐厅弄得这么漂亮！哇，好好看啊！横交在那边的台子上。我们要敲门吗？我们要自己进去，你还想要有人接你进来？哎，锁了！完了！完了！闭门羹怎么办 ？Hello，、哦、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这个门怎么开？哦，是不是往边上 ？Hello， 欢迎欢迎 ，Hello 金姐，欢迎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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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他们来了，先坐下来。Hello， 嗨，这是丁真，丁真啊，这、Hello， 老师们好哎。Hello， 你好你好。这是各位为国争光的英雄。你好。Hello， 你好。这个是安娜。你好你好你好。天哪，你们两个是刘圈老师和李小鹏老师，是我小时候的超级偶像。没有，我从小心目中最伟大的人就是运动员。我们今天有6个人给你们服务，可能人手上面会有一点点缺乏。我们可以帮忙，虽然我不会。哦，不敢不敢，真不敢不敢。为了今天这个，我中午就吃了半碗粉，然后其他什么都没吃了。天哪，那我们要好好做。工具。那我赶紧去做。对的。Hello， 小明哥。Hello， 小明哥。这个是我们的邀请函。Hello。是没有这个就没饭吃吗？哇，必须的，他们不给你饭，我也得给你饭吃，怎么可能让我们冠军饿着呢？你们可是为我们国争光的，来，请坐，请坐。哎，小明哥，这是我送给中餐厅的一个礼物。双手，双手。对，我奥运会的那个型号的拍子，然后我签了一个名，送给你们。送给我们大家的吗？对对对，送给大家，送给你们。谢谢。哇。然后这一件是我珍藏的我奥运会的衣服，所以也送给中餐厅的。谢谢。哇哦！哎呦，这个颜色好漂亮啊！我们可以看一眼吗？来，进来吧。哎呦，哇！真的就只有我们做，没有别人。哦，这边是露天的，有点热嘞，在里面。我们需要帮忙吗？湖南人的秘诀就是需要帮忙吗？不需要帮忙。你们今天就真的是负责帮忙吃。吃得开心，我们就开心了。我看这个辣椒，感觉很有食欲。我可以尝一点吗？我可以尝一点吗？
你直接吃行吗？不怕辣，我们湖南人嘛。来点辣椒给我。来，我给你点。包在这里面。紫苏是不是？对啊，然后包一下。你就直接包着就这么吃吗？哇！可以。嗯，还是热的，好吃。对，我中午才炒的。好吃。真的吗？嗯。我还担心你觉得辣呢。嗯，好好吃，不怕辣，我们湖南人嘛。这个辣椒出师了，好棒。是吗？嗯、谢谢。真的不需要帮忙啊。真的不需要。那就到外面去了，就等着你的。等着吃吧。好嘞，辛苦了，小明哥。你辛苦。所以你刚才说你也练过。哦，我没有练过，我只是非常非常喜欢。玩玩对，我想练，但是我太高了。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误解。真的吗？对，我小时候想学，因为我从小就很高，然后大家就说啊，你不能学，你这么高。可以学，就是说不一定说你学了就要去拿奥运冠军、啊、但是你学完的话、啊、对你身体的发育，比如说柔韧性、啊、平衡能力、啊、爆发力，这些都有帮助、啊、就是你可以去再选择，你哪怕去跳舞啊或者什么、啊、对你的对于你学动作的那种都有帮助。但是其实我家应该还有你的签名。我的？我家应该有体操的签名，就是从可能就是比较早先的年代一直到上一届奥运会我都还非常关注。哎，我做梦还会练体操有时候。嗯，我小时候做梦也会练体操，我那个时候真的超级超级喜欢体操。可惜了，应该尝试一下。他们给了我几个小盲潮流战的币，一起去玩玩。好呀，听说很多潮流好物都只能在小盲 APP 买到哦。我看一下啊，看我的。哦哦，小盲潮流战 NZND 机甲鞋，下载小盲 APP 还可以玩线上小盲潮流战，赢超多潮流好物。好像是不是有人来了？晶晶。客人来了，交给你了，你看能不能接待一下？你一桌我一桌，这是饮料的单，这是菜的单，你可以吗？静姐，你要不第一波陪她一下？没问题。不好意思。Hello， 你们好，麻烦二位，这边这个桌子，这里。然后你们麻烦到这边三号桌就坐。然后先给你们看一下菜单。可以随便坐。竞争，竞争，帅哥，很腼腆啊。鱼头，鱼头，来，鱼头嘞，剁椒鱼头。豆腐也可以，豆腐可以，然后生菜也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第一道菜是小明老师的剁椒鱼头，这个是龚俊小龙虾小野做的臭豆腐，前面的菜都会有，然后差不多是四个人的份，主食可以选择加米饭或者加面。鱼头，来，鱼头嘞，剁椒鱼头。都点一份吧。好的，谢谢。要一个小野的夏天。这个来两个，来两个吧。好的，那我先帮你们下单了。一会儿下一桌来用这个菜单。安奶姐，米饭。啊？米饭。米饭，那你加在外面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卡上。二和三呢？我拿过来了。
好了，可以开始全面的上菜了，已经来三桌了。今天轮到我炸臭豆腐啦！豆腐，豆腐。我已经闻到了臭味了。那可不吗？哇，今天臭豆腐炸得太好了吧！啊，自己夸自己。没有，因为师傅他说他只要全部粘在一起就表示炸得好。你看他全部都粘在一起了，都没有分开来。这个夸奖夸自己夸的实在是太走心了，真的，真棒。哦，你看他还是一个笑脸呢，你看，你看他是一个笑脸。哇，臭臭的笑脸。我的天，快看快看，多好呀，连在一起了，哇塞 ，nice。哇，好臭，好香啊！好，哇，好香哦。只有锅弄的油浇上去就好了。好，剁椒鱼头上来了，祝大家鸿运当头啊！辛苦辛苦辛苦，给我多提意见哈。哇，一看就好美味。好，开吃了啊！有没有惊喜？有点辣，对吧？有点辣，有点辣。不会辣，不会辣，有点辣，就是。哎。我太喜欢这个紫苏的味道，放在里面很香，好吃。我觉得咱们就是湖南的这个剁椒鱼头，就是有那个紫苏的味道，就很好吃。它的这个辣椒酱跟这个就是味道特别正宗。安娜 ，OK 吗？要帮忙吗？啊、哦，没事 ，OK。你们好好吃，好好吃的很好，好吃，好吃吗？上菜了。是你们的小龙虾啊，辛苦了啊，徐阿总，你觉得四个人吃这一份够吗？这个不够吧，我完全对米饭没有概念，这够了吗？四个人我不知道，这应该够吧，这太少，这少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这个盆子有点大。好，感觉不出来，就这样吧。我觉得够了，我觉得蛮多的。那你觉得要多少就多少。哇，来了好多人啊！哇，好多人呐、啊！我的天啊，救命啊！往外去。来。欢迎欢迎，我按桌号坐，让他们坐四号，四号，让他们坐四号，好、啊，让他们坐四号桌，好、啊。哎，那他们有的忙啊，今天。天哪，那他们得做多少菜啊？那。对，这个菜单拿给四号桌，后面的我要换菜单了。请你们看一下菜单。先给你们看一下菜单，我一会儿过来给你们介绍。要一个这个。好的，你想米饭还是面？米饭。你吃米饭还是面面？米饭。湖南烤肉里面要不要葱？葱，嗯，葱可以。好嘞。那我们就所有的菜都来一个。好的。那每个菜都来一个。好的。介意葱花吗？如果好的，那就照常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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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记住。静姐叫我到前面来跟别人聊聊天，但是我不知道聊什么。随便聊呀，随便聊呀。那你随便聊。我不知道，我不会聊。我也不会聊天，聊天终结者。哟，我不喜欢聊天。我也是。我坐家里然后一个人看手机。我也是。
我从来不回别人的微信，别人给我发微信我就想说过一会儿再回，然后就不回。现在可以招待客人了，可以吗？好吃吗？越吃越好吃。哎，第一口有点辣。哥哥，我吃有点凉快。有点什么？有点臭。对，这不是你们的湖南特色臭豆腐吗？你是不是湖南人啊？你是不是湖南人？马上哈，不好意思。对，因为我们分两波客人，马上菜就上来了。稍等稍等，马上菜就上来了。孩子还可以吗？可以。哎呀，叔叔你好你好。哎呀，很精神啊，叔叔这发型。马上上新菜啊，那你们稍安勿躁哈，我过去看他们一下。看你的电视剧看好多。你看我电视剧长大的，我懂我懂。对不起，没有，是我说的我说的。我们的丁真，我们著名的藏族男孩，从甘孜来的。甘孜来的，特别帅。是啊，对，刚才开门我就注意到了，而且特别乖。谢谢。我觉得素菜要做了，面、炒了，小龙虾好了，鱼再划掉一口。我做完了，好了，上菜上菜上菜了，来上菜。好，祝大家鸿运当头，一切都好。来，上菜了。谢谢，祝你们鸿运当头。这是生菜，这个是不辣的。好的。意外的好吃，你觉得不错了，对吧？那小明哥的鱼真的好，其实这个鱼越吃越好吃。当时遇到食材可以的，这个可以，他们好多菜都是新学的。他们这个小龙虾剥的好干净了，嗯，我自己刷的，嗯，好干净。嗯，你今天也蛮香的，就是你太香了。来菜要上，是快好了吗？马上。安娜，嗯，生菜两份马上好。好。胡萝卜炒肉还有三份没上，对吧？一锅给你炒了。加油！我这边生菜马上就好啦。安娜，生菜好了。好。nice， 这边要我帮什么？我暂时忙完了。
我帮你看着那个，别慌。帮我盖上吧，你帮我盖上。盖上 ，OK。来了，那这一份我给你再挤，先挤出来。哎，先打开。好，打开就行，那方便太多了。还三份鱼我就好了，藤椒鱼。来炒料。料包，加啤酒，好，下鱼了。天哪！OK， 好香啊。好啦，上菜上菜。面上了几份了？上了一共是七份，现在还有两份。哎呀，那个锅，小明哥。啊？那个锅。啊？那个锅，它着了，它着了。哎呦！快盖上盖，盖锅盖，盖锅盖。好。非常好，好，哎呦，你别着急，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哦。香油在这儿。我收掉吧，你不用亲自过来。好的。放油放，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没事儿，没事儿。哎呦，小心，小心。我们再急也要安全第一啊！是快好了吗？快好了。好的。哪个大厨做的呀？这是我做的。哇，好香啊！谢谢，祝你们鸿运当头，一切都好。谢谢。你们的剁椒鱼头，谢谢，祝你们鸿运当头，一切都好。师傅，还小明好，这个是刚才的那个藤椒鱼。哦，谢谢谢谢，记住啊，谢谢谢谢。啊，没事没问题，心意已经很重要了，谢谢。这是你们的生菜，帮你们放在这里。好吃吗？好，怎么样？哇，好赞哦！我要自己上最后一份。红萝卜完了吗？对，我要自己上最后一份，让我自己上。来来来，我有，我给你推荐。叭叭叭叭叭，嗨，胡萝卜炒肉，哎，放哪？小朋友喜欢吃的，哈哈哈。谢谢。这胡萝卜炒鸡肉太好吃。那是那个漂亮姐姐炒的，你一会儿让她出来见见你，你好好夸夸她。菜很好吃，真的吗？谢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吃完了，虾仁是两。吃米饭了吗？我吃了面条，吃了面条。OK。芹菜，嗯，辣椒椒。把这个鱼我要干完。It's you versus me tonight. 今天这顿饭吃的还挺满足的吧？满足，对，这个时候就得来一瓶豆本豆植物酸奶，饭后喝一瓶，帮助消食清肠道。哇，那我也要饭后来一瓶，给自己清清肠道，刮刮油，对不对？对啊，咱们中餐厅的这个豆本豆植物酸奶啊，是100%纯植物发酵的，零乳糖，特别适合饭后喝，帮助消食的，是不是还挺好喝？好清爽，好喝。还有那个丰富的膳食纤维，我觉得对我女孩子保持身材有帮助，对不对？回去之后就介绍给你们的朋友，饭后来一瓶我们的植物酸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好好好。我们以前就是奥运会，基本上我们老是挨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每一次看到举重的都是坐在阳台上在那晒太阳，很放松。
然后呢到比赛的时候背着包走了，然后我们还得说一句哎拿冠军去了，然后到晚上就拿着冠军就回来了，好像也不怎么激动。但是我们举重你想我们就总共才六把试举 就全拿了嘛，对吧？没有，反正就六个，就只有六个，再想多拿没得拿。你们还有团体，我们是没有团体的，我们一共十四个，我们没有团体。羽毛球有团体？没有，有团体那要多了多少奥运冠军。但是你也是大满贯，全都拿了。对，了无遗憾。还是两位前辈，在你俩面前，我俩绝对不敢讲话，真的。啊，这你的宝宝？对，女儿，十个月刚刚。好可爱啊，眼睛好大。对。好羡慕你啊！我也想有个女儿。我现在有个儿子嘛。对。对。再有个女儿就儿女双全，加油，再接再厉的，再接再厉。这个我妈呀，我有这么好的运气吗？有。你呢？一个大的女儿十岁，小的男孩五岁。哇，那你就是我刚刚说的幸福的儿女双全的路线，这个顺其自然就好了。其实最后就觉得健健康康就挺好的。对对，其实当爸妈的也就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好。是是。波波，波波，啊，好可爱啊，好乖，你真漂亮。咦，今天吃的开不开心啊？开心啊。哎，这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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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可爱，我真的超喜欢小孩。我们饭后每天都有一个小互动，如果各位上来我们的这个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唱歌达到三个 S 级别的，我们今天这餐饭就是八折，好不好？谁先来八折？快，小峰哥。有请小峰哥。我刚吃虾出多。有请。来，哇，如果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谢谢谢谢，下一个。哇哇对哇，我被酒点燃了，你的脸太遥远。唱不下了，冒不起你我们相知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好棒啊，谢谢，好棒啊你。我的下面，你的下面，冲啊，走！哇，这谁呀、啊？抗战的一天到来了，抗战的一天到来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挑战成功。好。是六号桌对吗？四号桌跟你对一下，拜拜拜拜一下，拜拜拜拜，飞吻飞吻飞吻。
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跟哥哥拜拜，拜拜。我们可以要一份你们的签名吗？真的就是奥运冠军是我从小最大的偶像。那我也想要一份，我很想要一个。谁要？自己拿。再帮我拿一张。那我们就一人要一张吧。我们一人要一张签名吧，耶、yeah ！谢谢。谢谢。谢谢。发签名啦！耶、yeah ！当当。我小时候真的看了好多好多你的采访，就是我每天都在看，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看体操的视频。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签名好不好？可以可以。来给我们的奥运冠军们签个名。来来来。哎呦，是我们的荣幸。来来来来，我也很喜欢。哦，谢谢谢谢谢谢，哇，太珍贵了，这个太珍贵了，来来来，谢谢，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好，谢谢谢谢，金哥签个名，来，给你，好，谢谢。谢谢你为我们国家争光。哎，合影合影合影，哎，我把这个拿。这你怎么这么多事？拜拜拜拜，小明哥再见，我们走了。拜拜拜拜，再见。明天加油 ，yes， 拜拜。明天加油呀！多放一点。来，姐，放我这儿。顺手都给它倒到一起。今天才是真正的中餐厅，为什么要这么彻底自己洗碗呢？因为以前都是自己，昨天是客户还有人帮忙。安娜，你这鞋底儿还要啊？不要，这能扔了不？去，这小明哥给我捡的。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放了一天了，没放。要不要放到博物馆？还放那么高？这要放在椅子上。这小明哥放。嗯天哪，我的鞋坏了。可能你先忍一忍。没事没事，不难受，一点都不难受。哎，他自己掉了。谁的鞋底掉了？估计是我们的。谁的鞋底掉了？安娜，安娜的。安娜的，放到这儿。小明哥，是你把我的鞋。对啊，我怕找不着。我要给他拍张照。小心小心小心，没事吧？这太滑，我的妈呀！小心小心，没事吧？没事吧？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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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这里真的可以滑到溜冰，这里真的真的走路一定要小心。我的天哪，给我摔了一个狗吃屎！我们今天其实只有三桌。没有，小心！
你没什么，没有什么就是骨头之类上的伤。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那就行。还好。太滑了，这个。还翻了个面。安娜说。明天给认真真做你的牛肉好不好？嗯。再让静姐再加一份菜吧。行，让静姐炒个脆哨。好吧，这样就够了。安娜跟丁真去买吧。好呀，我跟你去揽客。对，你跟我还有小野。好。走吧，出发。你们的第三个揽客地点是马栏山文创园。长沙更是一座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聚集了全国各地优秀的创新人才。6月30日上午10点到12点，找到那些幕后的干饭人，让他们在我们的中餐厅好好吃饭。欢迎来到我们马栏山文创园。哪有山？这就是传说中的小芒。谁要去啊？名额有限。你带了一个男生吧。欢迎你晚上来吃饭，咱们尽量准时的，然后这个给您，欢迎晚上来中餐厅吃饭。好的好的，那么欢迎晚上来中餐厅吃饭。晚上来吃饭好不好？好的，没问题，一定没问题。可以。欢迎您晚上来中餐厅吃饭。朱大神晚上来中餐厅吃饭吗？欢迎您来中餐厅，拜拜。走了哥，上车吧。坐后面吧，我们一起。好了。耶。出发。买菜。这里好多东西啊。这里面有你想吃的蔬菜吗？买一点别的可以放在火锅里的菜，但是不知道什么。土豆可以买吗？啊，好呀，我拿个袋子哦。我去，在这儿。拿个这个。够了，差不多，应该够了。这个你要吗？我们可以买一袋，买一袋吃吧。买一袋吧。好呀。回家了啊！这是什么臭豆腐？不想看到。为什么？因为我会做呀。对不对？开始结账。开始结账。四个，对。那我把。四。好了。请你结账。请我结账，谢谢。哇，会员优惠了60块钱，所以我们从300多变成了298，这么好。那太好了。走吧。我们把东西先放在里面吧，然后等他们回来了，让他们看一下。先放在这边吧。放这吧。嗯，好的。Hello。嗨呀 ，Hello 啊。我感觉你是来了一个海岛吧，俊子。海岛小王子，请叫我花蝴蝶。
小明哥这么专注，眼睛不累吗？没事儿，这个大力智能学习灯有保护视力的自动调光功能，会根据环境和用眼时长自动调节亮度，能缓解视觉的疲劳。那很适合小朋友学习使用啊，能很好的保护孩子的视力。对啊，它还有读写专注光，来拉下来，这有专注光，各种光啊，可以调，对吧？对，各种的光，对，而且能够智能调节光谱，为不同的学习任务匹配最科学的灯光，让孩子学习更加专注。那可真是孩子学习的好帮手啊！赶紧电商搜索大力智能学习灯，下单买一台吧。好呀，我们去午休了，姐，拜拜。我走了。只能放这儿了。下午我就穿厨师服喽，睡个午觉，拜拜。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多一个火灶。你说完了，他们都听到了，他们要给就给，不给就不给了。你不要争取一下吗？给个火灶吧，求你们了。为什么那么被动了？因为争取了也没用，他们不给就是不给。感觉你在这里灰心丧气的，但是你乐此不彼的一直在这儿。丧气倒没有，就是就着现在的东西做最大的努力。我必须要有一个灶，下一次如果说不然的话，那就做不了。你的意思是真的不能商量吗？嗯。你的意思是每一次都这么被动吗？再尝试一下呗。哎，拜托。下一站给我们一个灶台好不好？你就这种隔空讲的呗。那就当他们能听见呀、啊，他们肯定不能啊，你不能啊，因为你是店长啊。哇，你这面包看起来好好吃，这面包看起来好好吃，就是好吃啊，是不是、啊？别扔的，我不吃。哎呀，别不吃了，不吃不吃就不吃，什么就不吃？真不吃，我就看看。哎，你快点啊，别废话。带我去冻着行吗？哎呀，你快点的吧，吃。我不。
哦，不吃姐，我真的忍。你这样吃完了，晚上有劲儿。我闻一下。哎呀，这么好吃，椰蓉、葡萄干儿。椰蓉。求求你吃吧。哇。不是你不吃也甜的，你不开心？开心啊。我跟你讲，你不吃那么多，怎么再坚持下一集呢？我坚持不到下一季了。你会不会这一季被我折磨的？是不是以前的人都没有人折磨你？有有，真的？也不叫折磨吧，就是大家互相折磨。哎，我想知道你折磨别人是什么样啊？是冷战吗？没有，我一般都是先认错、先求情的那个。你啊？嗯。是对你的爱人吧？我说的是同事。我对所有人都是这样，我跟我爸一样，一两分钟之后我就没事了。每一次来的嘉宾你都喜欢吗？都还不错。你不喜欢的你怎么样？视而不见，不沟通，假装沟通？也没有假装沟通，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是一个很难去跟别人表现出敌意的人，就我是一个习惯性。比如说这个人不好，我都要希望可以找寻他身上的优点的这种人。你不是不沟通，你沟通，但是你有回避。就是回避嘛，就是回避他身上的问题。这个是被动的。哎，我就是这样一个破性格。所以我小时候就，我从小到大，我七个表弟。我是长子长孙，从小到大被我爸爸告知我说要做老大，要做老大的样子，什么都要最好的，你要带领弟弟，你要教给弟弟怎么样，要做榜样。对，我从小都是被这么教。你累死了，真的累。好累，我可不喜欢自己的性格。你终于说了实话了，我跟你说真的就是累，因为你要承受的东西太多了，压抑自己的东西很多。你性格太好了，过于好。哎，你太玲珑了。这哪叫玲珑了？我告诉你，这叫傻。我脑子都不够使。你真的不是傻，到了今天没有傻子，你别骗我。我一开始觉得自己不是傻，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傻。就你有智慧了，你才会这么觉得。那我长智慧了？我觉得你小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行了，对，以前可自信了，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后来被打击到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现在回来一半吧。再过五年你全好了，你会有一种风轻云淡的感觉，对，一种老男人的感觉，不是不是，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就长出来了。你这样还不行，还有点年轻。是。我帮你摘菜吧。太好了。你好有耐心啊，真是让我特别吃惊。这是我经常听到别人说我的一句话。我觉得那会儿你小的时候还挺有态度的呀。我小嘛。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句台词很奇怪。就你真的是跟小的时候不一样。不一样，我自己也感觉到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一次看见你发火，你还不出名。你要知道大家说什么吗？嗯，多年以后反正你也出名了，无所谓了，你知道一下呗。还是你不想知道？我想知道，我好奇。我们全都坐在那个大殿里面，你知道吗？
你突然穿着汉武帝的服装突然出现在那个门口，自己你可能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了，然后不晓得是为个什么事情，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我感觉你是找了一个点，你就站在那边挥着那个汉武帝的袖子嗷嗷的就叫，哎呦给我逗的。你知道那戏不是有王刚老师吗？啊，对对对对。你知道王刚老师说什么吗？说啥？这孩子有病吧？笑死我了！我当时我真的笑死我了，我就在想，哇，我说这小孩还没出名，这气势已经有汉武帝的气势了。原来我小时候那么有趣啊！你太有趣了。那会儿那么有脾气呢，太好了。真的有趣，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怎么什么你好我好他好，这谁呀？气死！被生活磨去了锐气。你这样不行哎，你像个小姑娘一样。啊，我哪里像个小姑娘？你没有力气，你说这个话。哎呀，好紧张啊！我还以为只有舞台上紧张，做个饭我也紧张。紧张啥呀？我想把这蒜切成圆的，姜切成方的。我就是想像师傅们切的一样好看一点。把这蒜切成圆的，姜切成方的。一盘菜里面有点小乾坤，方圆之间啊，像小明哥一样。哎呦我天，姐你总是厉害总结。姜蒜通心菜胆儿，最大的工作来了。黄校长，嗯，我们要失败了。为什么？我没有料到这个东西这么老。不会，你那天炒的特别好吃啊。那天那个可能跟这不太一样。不会不会，太老了，毁了。这个通菜有大部分用不了，绿的都要不了，太老了。你要碎蒜吗？要碎蒜。太好了。大蒜好。你不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边边角角的姜也切下来了，还要不要？剩下这些，好，不能浪费了。干辣椒、糟辣椒、剁椒、姜、蒜、空心菜杆儿，我在反复的确认。哎，基本上差不多了。哎，今天几号啊？小杜，小杜，嗯，今天几号？今天是2021年6月30日。30号，6月1、2、3、4、5、6。哎，真的，明天7一了。今天晚上你唱红歌吧。我跟你讲，我是红歌王，你知道吗？我特别会唱红歌，我特别会唱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太深，心中的太阳永不落，一直留在我们人的心中，走在社会主义金色的大道上。哎，巴扎嘿，全会唱完了。那今天晚上你来主持吧，好吧？忙得过来的话可以。嗨，
哎，你今天穿大厨的衣服了，帅！哎呦我天，哎呦我天，我来啦，姐。帅哥，那我今天也穿大厨的衣服吧。你去换衣服了啊。厨师无下杯，战士大爸爸赢。居然你还会唱这些？我奶奶喜欢听。那你这些小孩可以。那我对你印象更好了。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上海东华大学。太优秀了。你学校是哪儿的姐？我在贵州上的学，我是画动画的，然后我们的厂就在猪营厂里面。猪油厂？猪影珠江电影制片厂。哦，猪油厂。猪油厂看什么都像吃的。哥，来吧，我们去弄小龙虾。愉快的龙虾生活开始了。你知道今天送小龙虾的人来，他问我，他说今天你们是最后一天营业了，对吗？我说是的。他说太棒了，再也不用给你们送了，给你们送餐太累了。哥，帮我抬一下。我帮你。你帮啥呀？你老瞧不起我。这有点沉。行吧。明天我终于可以不用杀小龙虾了。我也可以不做小龙虾了。你明天不但可以不用做了，你明天还可以休息了。你们去桂林会做什么？螺蛳粉。那应该比这个轻松吧。至少不用杀小龙虾了。我希望我们在桂林可以做过桥米线。桂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哦，对不起。桂林好吃的也好多，肯定挑好吃的地方。嗯，我以前听过一首歌叫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惜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最后一只了，你会怀念跟我一起抱小龙虾的日子的。再也不会做。哎，邱老师您好，我是宁静。谢谢。对，我糊涂了，我们那天炒的那个就是您说加通菜的那个是脆的那一份还是软的那一份啊？您那里搞的是软的，就是您先那个是软的。软的哈。对，软的话你把它炸一下，然后把它放凉了，它就会硬掉了。哦，我这个东西可以先炸吗？对，可以先炸，可以先炸，炸好放那边。好，那我先给它炸出来得了，我怕来不及。好，谢谢邱老师。好，谢谢邱老师。好，没事没事。哎哎，拜拜。我可以先把东西炸一炸。今天我会尽量控制时间。我们也早结束营业时间，这样我们可以早吃饭。好的，好嘞。所以咱们做菜都就提前做就好了。没问题，今天绝对可以。我今天做快一点。棒棒的。
哎呦，今天太好吃了，感觉。我家基本上每天都有这个。你家菜？嗯。我的天呀，你爸贵州人吗？他在贵州长大的。怪不得。对，所以我们家很多贵州菜什么。那你应该也吃得惯这些的吧？我吃得惯，但是我后来在家待的少了，就不太吃，现在偶尔回家会吃一点。怎么的，你不跟妈妈住一起啊？他们在深圳，我之前一直在上海，然后后来就出国上大学了。那你现在住哪儿啊？现在在北京。自己住啊？嗯。你自己啊？嗯。谁照顾你啊？我自己啊。你那么牛啊？我一直自己住的。几点了，姐？啊，六点多了。第一桌来了吗？哎呦，千万别来呀，我还没有搞好啊。没事儿，我先炒。你现在就炒吗？对啊。刚刚不是炒好了吗？那是炸。炸。炒了哟。我真炒了哟。炒了哟。Cool。姐，你上菜不？今天没有人，没有人，这可咋整呀？我菜做好了都。你给我把龙虾端回去，端回去。下雨了。不行，不能放里面，哪有在哪有先做好再上菜的呀？那你给我蒙上。我来蒙上。那你也得放。是我放回去，我放回去。啊！你已经炒龙虾了吗？对啊。你上给谁啊？我没算时间，我就直接做了。不是你上给谁了？没上，放这儿的，保鲜膜盖上了。现在几点？现在6:40。为什么还没有来？我的菜都做好了。你今天做的又太早了，所以咱们做菜都就提前做就好了，提前做就好了。怎么今天来的？今天这个暴雨肯定会影响大家的气氛呢，就越下越大了。没有啊，都7点过了，哥，要不要打电话确认一下？但是确实今天应该蛮堵的。蛮堵的。没有客人不来的历史吧？你不放心吧，人肯定来。如果有万一的，今天下午我看小野还在挨个打电话确认。喂，你好。哎，你好。哎，我这边是中餐厅的，咱们这边是约了晚上7点，然后带上父母和妹妹来中餐厅吃饭，对吗？是的。好，麻烦您准时到哦，晚上见。
中餐厅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唐之山歌给唐帝，唐帝光辉照万顷。唱的好不好？我心头旗帜飘扬，整个山多么嘹亮。之前觉得慢综艺应该很轻松吧，很舒服。中餐厅不是慢综艺，这是慢综艺。是的。我觉得从此之后开辟一种新的叫苦综艺。苦综艺，我有点想逃跑的心，你知道吗？我觉得下一站我不想去了。那回我是代言人，对，我是前景，他是前景。说你能不能签我的公司啊？不好意思哥，我有公司。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大力智能学习灯，培养自主好习惯。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豆本豆植物酸奶，餐后来一瓶，身体好轻松。中餐厅官方潮购平台小芒 APP， 上小芒买潮玩，购潮购好玩。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冠名播出的中餐厅，搜小度天天可以各追剧，天天爽。中餐厅指定产品方太集成烹饪中心，高端厨电升级之选。中餐厅指定产品可口可乐，美味同享，尽兴欢畅。中餐厅指定产品植物医生，植物医生高山石斛，鲜鸡凝食。中餐厅美食观油酸高达75%，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中餐厅指定用车雷丁芒果，29800，老百姓开雷丁。中餐厅美味推荐官中国肉食调理菜大师双汇，让烹饪更轻松。中餐厅厨具行业赞助康巴赫，怕涂层容易脱落，用康巴赫蜂窝锅。你好，欢迎光临中餐厅。你好，我是小明，不好意思，我手有点湿哈。我们也是。你好，哪个是肖医师啊？我是啊，肖医师。你好。对，很荣幸认识护士长，对不对？我护士长。我是欧阳毅。欧阳医师，对。对。怎么？唐涛。唐医师。刘志勇，刘医师，很荣幸认识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谢谢你们，谢谢你们。Hello，欢迎你们来呀，欢迎你们来。我最喜欢自拍黄瓜了，真的吗？这个是我们那个安娜的爱心送的小黄瓜，你们尝一尝。好嘞，好的，好，谢谢。你们能来，我们简直荣幸的不得了。你们今天是在上班的状态还是？我们下班了，下班来的，就是上完班下班过来的。医生特别特别的辛苦，我站这边可能你们方便一点。好的。对，哇，我还把你们各位的那个名字记下来，我特别怕搞错。可是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专门搞错别人的名字。不会，我相信你不会。但这是我的弱项，你知道？就所以不好意思，我拿了一个本儿。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湘南医院，唐昌欧阳毅。没事，我们第一次来，你记不住很正常。下次来就肯定记住了。我记我们班的同学40-50个人，我记2-3年才能
全部记得住，就是我的特点真的不好意思谢谢各位哈。以前我没有留意过说为什么要叫白衣战士，然后去年我深深的感觉到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称号真的是就我会感动你知道吗，就是我会鸡皮疙瘩起来这个，所以今天你们来我表示深深的敬意，谢谢静姐，谢谢谢谢。医师还有护士长，我们也是为你们的孩子送上一份小小的心意。这个小度智能学习平板是一个让家长更放心陪伴孩子健康成长的智能小助手，送给您家的小朋友，希望能够帮助他好好学习，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能带动小朋友的学习兴趣，家长还能实时了解孩子学习的进度，让家长更放心。里面是什么情况啊？我得亲自去看一看。我的天呀！郑俊子打个招呼吧。老师们好，老师们好。Hello， 你好，你好。我是龚俊，我今天做的小龙虾你们有点吗？那必须啊，必须的。我已经做好了，我现在给你们上吧。可以。赶紧的，赶紧的。可以，总算可以上我的龙虾了。啊，请慢用。还没吃就流口水的节奏。是了，你没说，肚子已经饿了。我在路上就饿了。哎，入味了耶，真的很好吃。是吗？嗯，太好了。你学了多久啊？学了两天。两天吗？那么厉害。刷虾子应该不是你刷的吧？刷是我和小明哥一起弄的。刷虾，哇，去虾线什么的，除了养不是我们养的，其他都是我们的。嗯，不错，很干净。谢谢。关键是味道也进去了，味道进去了，对，手艺很棒。应该又有人来了，我猜。大小朋友 ，Hello 啊！欢迎欢迎。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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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中餐厅，欢迎光临，美女，里面请。哇哇，你这精心打扮了一番。欢迎欢迎欢迎，咱们坐六号桌，咱们坐八号桌好吗？好，人都已经到齐了，可以大量做菜了。珍珍，你的青椒现在做吧。没有问题。安娜，臭豆腐一定要快点出啊！好，我的鱼马上就上了。龙虾好了，龙虾好了 ，Come on！ 第二桌他还没点完菜，咱们来点单吧。我们点一本。对，是的，只有一本。这是谁的？这是四号桌的，你去上一下吧。四号没电菜，还没点菜。我们太厉害了，居然做到了，客人还没来，菜已经做好了。我告诉你，中餐厅上了一个那个新的那个台阶，你知道吗？是是是，创了一个新的记录，特别棒，直接上吧。上了吧。上了，哎，辣椒炒肉，你好，这是你们的臭豆腐。哇，上菜了，剁椒鱼头来了。哇，祝大家鸿运当头。哇，谢谢豆腐。哎，我们要加油啊，这桌上放不下了，赶紧吃，赶紧。哇，这鱼真的很嫩哎。是的，这个鱼是还可以，慢点吃啊。
慢点吃，桌子放不下。快点吃。不，我的意思吃鱼要慢点吃。哦，怕被刺卡了。因为我们那里经常取异物取一次，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医务人员，思路不一样。我炒菜了。贵州辣妹子来了，我这辣椒太狠了。哦，哎呦我，哎呦天哪，好呛啊姐，你这个。不好意思。晚上好啦。哎呀，好紧张啊。哎呀，我不敢上菜啊，这么辣。我会不会辣死他们？不会的，我们是在湖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上菜。这里，这个菜超级辣的，你们尝一下，我帮你把这个收走好吗？谢谢，你们尝一下，超级辣的，这是贵州的五花肉做的。看着好有食欲啊！看着好有食欲啊！好吃。姐，晚上我们能吃一份你的脆臊不？太可以了，真的好吃，真的好吃。青椒鱼好了，豆腐马上就好了。静姐的脆臊，这是静姐做的脆臊，买了藤椒鱼。哇。这个黑黑的是什么脆上？焦脆，它应该是那种猪，有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油炸子。我觉得是，对啊。是这个菜说很好吃是吧？红芹菜，它真的有多好吃？是真的好吃，这是金姐炒的吧？嗯，它有点像那种，好好吃。给这个菜，可以给个五星好评。这还可以。对。有点惊艳。姐，这个鱼是谁？这是龚俊。这个好好吃。好好吃。绝了。龚俊是他家的菜谱。而且这个菜也很好吃，就是那个红芹菜那个。哦，谢谢你。那个是贵州来的五花肉。我们一直在猜这个肉是什么。猪肉。都没有吃到过。五花肉。谢谢你。好好吃。要体现湘雅的战斗力。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饭。他必须的。来敬大家。来。敬我们的战友吧。战友情。战友情。重感情可以记一辈子啊。是的。我觉得你越来越从容了。好嗨。是你们优秀，我就越来越从容了。你好，是要帮你们清一下垃圾吗？完了，清不清都没关系。没事，清一下吧，桌面干净一点。需要收一下吗？小野。小野。套一下。不套了，我这已经倒了一波。那我再拿一。好吃吗？今天你今年多大了？好吃。20。你20岁？你才20岁？看着小一点。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没有。好的。你去忙吧。来，我们都是党员，我们也为我们的党百年华诞，100岁。北野，哪一下可以帮？买单。我们都吃光了，很好吃。哇，饮料也非常好喝，太好吃了！你看我们每个菜都吃的，尤其是小野的下。特别特别荣幸大家今天来中餐厅，因为我刚好去年拍了一部电影叫《中国医生》。也是演的这个故事，对，讲的是抗疫的故事。然后就是我看到袁泉姐还有韩宇哥他们穿防护服，就是一层一层的，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小明哥没对，真的看到他们穿了防护服，我真的觉得大家特别特别喜欢。谢谢感谢你们节目组让我们有时间能够聚在一起。
哦，本来都见不上面哈。我们虽然在一个医院里面上班，也特别喜欢看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看你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哦，那个是我老早以前的电影，对。然后《校纲秘史》我也看了两遍。特别喜欢大鱼儿，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很了不起，希望你们一定要多保重，因为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我们保护好自己，不去找医生的麻烦，尽量。我们是不是照个合影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你们站中间来，您中间请来来来来来，你们两位女士站中间。金姐我想跟你站一起。好的，我也想跟我要跟金姐站一起。好，来准备，一好嘞，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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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吃，真的相当美味，谢谢谢谢，再见，谢谢，好嘞，好的，谢谢你们，拜拜，拜拜，拜拜，早休息，早休息，再见，导演，再见，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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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买单了是吗？等一会儿哦，因为我们还有个 K 歌环节、哦、只要唱到了三个 S 就可以打八折，要不要试一试、哎、那我们可以试一下，试吧，试一下，真的假的？那这个八折你们一定可以了，可以，我就喜欢号称歌神的人。等一下等一下哈，我有个提议啊，那个今天宁静姐说她晚上想做一个这个红歌比赛，因为明天是明天是7月1号，也就是说距离现在大概3个多小时之后，将近4个小时就是党的生日了，所以在这儿我们提前祝党生日快乐好不好？好，由宁静姐来带我们唱第一首歌好不好？好，我们先唱个什么？唱支山，唱支山歌给党听好不好？唱支山歌。小度小度，我们要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你在唱什么？唱支山歌给党听啊。好啊，怎么唱啊？我会唱啊。会唱一起唱啊。给党听，我把党来兵，母亲唱的好不好？母亲只剩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兵，母亲只剩了我。光辉照我心。
好可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生命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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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把美丽的土地是我的全家。英雄越美，战斗越亮，我越勇爱坚强，我心红旗迎风飘。谢谢，辛苦了。有邀请卡吗？邀请卡可以减20。来看看菜单，对不对？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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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嘉明哥，明哥再见。嘉明哥再见。拜拜，谢谢你们了。晚餐。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辛苦啦，拜拜。来来。上微博搜索中餐厅，参与话题互动，和合伙人们一起经营中餐厅。来吧，吃饭吧，来吃饭吃饭。来，黄店长说两句。昨天将近4000块钱，今天4000多，前天其实也应该差不多3-4千块钱。我们完成了12200块钱的业绩，恭喜。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而且，并没有那么的我想象中那么的艰难，非常轻松。大家真的是极致聪明的人。耶、yeah ！这次长沙站能够有这个结果，跟大家的努力分不开。首先，我觉得这次真的也挺开心的，小野干得不错，安娜也是超乎想象，然后丁真啊、也没有想到。然后俊俊子也没有想到，说的没错。今天这个下半段我和小明哥交流了一下，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对，这是一个没有想到的中餐厅，这是个惊喜的中餐厅。就是虽然我有点想逃跑的心，你知道吗？但是又不舍得我们。静姐，静姐，你如果有一天突然不刷碗了，我们得有多寂寞呀！你不能走。我跟你说，今天我在那刷碗的时候，我感觉到体力有点不行了。今天怎么感觉跟昨天不大一样，你知道吗？你终于感受到中餐厅的真谛了。来，我敬你们。谢谢小明哥，谢谢店长，谢谢静姐，谢谢静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Wow. I'm looking for a summer. Got my turn on the radio. I gotta get. 静姐，你不坐过来吗？我在这给你们干西瓜。我下点肉。快，猪肉，猪也帮我下下来。
给你一个外号苏若王，他应该找你代言。真的好吃，好吃，什么东西？什么都好吃。我给你改微信名，改成龙虾哥。为什么不是苏肉小王子？也可以，你要哪个？苏肉小王子，我再也不想见到小龙虾。我们再下点苏肉好不好？好的。今天您是老大，毕竟你要走了。我这一锅下的几乎都是苏肉。哇，真的是苏肉料理。真真，这是你上过的第一个综艺吗？这是我上的第一个综艺。哎呀，那你太幸运了。上完这个综艺之后，你会觉得所有的综艺都很 easy。真的。静姐都打退堂鼓的综艺，你们想想看。我觉得下一站我不想去了，太累了。我们不能没有你，静姐。天哪，我就之前觉得慢综艺应该很轻松吧，很舒服。你想多了，中餐厅不是慢综艺啊。这不是慢综艺啊。这是慢综艺吗？这是慢综艺。是的。周野，周野，周野。小野啊，我有点晕了。快快快快快，这儿有一份臭豆腐可以上了。周野来，你拿走。周野小野，快快快快快，这是慢综艺。是的。这是慢综艺啊，做菜的。是的。我觉得从此之后开辟一种新的叫苦综艺。苦综艺。真的，这是我去过最累的综艺，没有之一。你不乐此不彼的，屁颠屁颠的。姐，我也要生活。我懂的，别解释了。你们下一季还会来吗？不来。我觉得下一站我不想去了。中餐厅提醒您，下节更精彩。那回我是哪位？我是前景。还是前景。说你能不能签我的公司啊？不好意思哥，我有公司。我们一块儿敬我们的俊俊一杯，希望你们下一站能碰到一个靠谱的伙伴。你的意思是，难道你知道是谁？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大力智能学习灯，培养自主好习惯。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豆本豆九五酸奶，餐后来一瓶，身体好轻松。中餐厅官方潮购平台小芒 APP， 上小芒买潮玩，购潮购好玩。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冠名播出的中餐厅，搜小度天天可以各追剧，天天爽。你们下一季还会来吗？不来。工具你来，我觉得你非常合适。下一季你不能做飞行了。你们来我就来，你们来吗？完，你还要来啊？你下一季来我就来。我不进不来了，确确不行，来不了。工具你不来可惜了。你也来吧，姐，你不来可惜了。太累了。太累了。不是，不累啊。不累啊。一点都不累。静姐咬着后槽牙。一点都不累。是有点累。来我敬安娜一杯吧，安娜一杯吧。打扰了，我自己喝。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哎，我们俩的缘分是来自于我是代言人。是，我是前景。他是前景。读大学，我们从上海一车拉了一车前景去象山拍广告。那你不错呢，还被选中了前景呢。因为长得帅啊。小明哥那时候我和一个很好的同学一起去拍，给我们的印象，天哪，我们那个时候哈读大学，我就说明星的眼睛都是这么亮的吗？怎么感觉闪闪都在发光？
真的，小明哥的眼睛就很亮，就感觉很有神，跟我们不一样。没有没有没有，是真的，是真的，这最大的感触就是这样的。嗯，昨天晚上我直升机，以前的直升机还给我发信息，给我截了个图，说你看你2017年就关注过龚俊，当时我以前直升经济带他发了一张他的照片，我就说，哎，我说这是你的艺人吗？我觉得还挺好的。他说是啊，那会你没有我微信，对，嗯，是，对，然后现在认识了，发现就其实我一直就等于是我们有两次的缘分了，对，那会那不止三次了，对，三次加上这次。前一阵他刚刚播的时候，我就发信息给他，嗯，我说你能不能签我的公司啊？啊，真的假的？真的真的。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意思哥，我有公司了。哇哦，不错子。来。我们一块儿敬我们的俊俊一杯啊！谢谢。这几天你真的很辛苦，帮了非常大的忙，做大菜，名副其实大厨啊！夏季来啊，楼下哥。希望你们下一站能碰到一个靠谱的伙伴。你的意思是？难道你知道是谁？我不知道是谁啊，我只是祝福你们。我也不知道。我做饭还可以吧？非常可以。可以。干了啊！来，拜拜哥。哈哈，厨神。俊俊子，祝你一切都好。谢谢姐。谢谢俊俊子为中餐厅做出的湖南站的所有努力。谢谢俊俊子。谢谢俊俊的小龙虾，谢谢小龙虾之神。看到中餐厅给人的感觉就很温暖，都没想过我自己真的能上中餐厅。来了完全比我想象中要快很多呀。你太优秀了。欢迎我们的俊俊的到来。我是龚俊，多多指教。你是来做客的还是来学做菜的？我是来工作的。我是来工作的。哇哇。我就带你做小龙虾。对对对。这么多材料，我的天！而且这只是两份的，这个菜得做三个小时。小龙虾真挺难的。可以了 ，Yes！ 哎哎哎，给你们欣赏一下。龚俊，你会唱什么歌？我要听你唱啊。我唱。小度小度，放点周杰伦的歌。像我的希望被你看穿，一朵艳阳你身旁。我就喜欢周杰伦。我不能答应你。哇，俊俊子，你这小龙虾不错呀，很入味，很 Q 弹。没问题。龚俊太能干了。今天俊俊也非常好，两个菜也是特别及时，也入味了耶，真的很好吃。关键是味道也味道进去了，嗯，手艺很棒，太好了。别说，好吃了。小朋友说你的小龙虾好好吃，他一边吃一边哭，好吃到哭泣。龙虾王子，我给你改微信名，改成龙虾哥。龙虾王子，这是我们特意为你选的，帅哥龙虾，小俊龙虾。
我会珍惜你的思念。哇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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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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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给我摔了一个狗吃屎，赶紧的赶紧的，七八九十，我直接一起炒了，辛苦你了辛苦你了，都能两锅炒了厉害开，就哎呦我天哪，就哎呦我天哪，哎呦我的天呀，烫到我了，怎么样，有一点烫，挺疼的，反正护着，今天我们这个小俊龙虾是我们的龚俊小帅哥做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太久了，这个太开心了，挺有成就感的，我是否会想回来，我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最大的感受累没有累并快乐着，不累是假的，确实是挺累的，当客人都吃光了之后，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就感，感觉挺成功的，说什么祝你好运，不要选择大菜，听我的忠告中餐厅第五季芒果 TV 全网独播，会员抢先看，还有会员 Plus 版和独家直拍等你解锁，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大力智能学习灯，培养自主好习惯，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豆本豆九五酸奶，餐后来一瓶身体好轻松，中餐厅官方潮购平台小芒 APP， 上小芒买潮玩购潮购好玩，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中餐厅现在继续，逛京东电脑数码，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只降100元，中餐厅提醒您下期看点，啊好爽，哇哇，及时到了，要出发了，好嘞，走了走了走了，要七八个小时不知道干嘛，不和你们在一起了，太无聊了，坐在一起就是打游戏，我不跟你们玩了，一点都不好玩，你们太无聊了，我要走了，你要回去干啥了？睡觉。你要睡觉。再见。我好惨啊！全世界最无聊的一个人就是黄晓明。到了。我的天哪！我吓了一跳。我跟你说，这个是个惊喜。怎么样？哎啊！你完全没有被吓到吗？完全。哎，有个人，那是哪个帅哥？帅哥，不让看脸算了，不让认算了。哇，这个有点危险，我觉得在外边。哇哇，闪电！哦、太吓人了，我头都晕了，你们赶紧进来赶紧进来，你们真的不能再做了，真的，你们先去吃呗，我是今天的厨师，很危险，真的不能再做了啊，再一次出发，丢下所有烦恼，山海之间自由停靠，我们约好从日常出逃，有多少奇遇来不及预告，
一起追逐时间如此美妙，有你在任何挑战我都接招。中餐厅熟悉的味道，啦啦啦，天南地北一路在寻找，五千年中华风味忘不了。看窗外沿途的风光，每一站忙忙碌碌也成了美好，中国味都在这里找到。